哥朋友要找到一批宝贝，这是一直找，这批蓝宝，我看蓝宝就是现在很旱，非常旱。好，蓝宝手链，14K 钻石蓝宝，这1500好了，1500好了啊。1500重量可能没有称，就是差不多10克，你看，可是都很多的啊，1500，现在1000多的手链真的很少了，很难找得到1000多，因为金这么重这么贵，这是以前的货才有这个价钱啊，这个也是很超值，2900，很大的emerald。16.77卡拉，18K 15.2克，买个座子而已了，2900啊，因为这里这个有点纹路在这里 ，OK， 可是你2900就是买个座子而已，现在都是这么贵。哇 ，sapphire， 两卡拉55 sapphire， 钻石1.04。1880 ，OK， 今天就1688好了，1680，1680，然后这个哇，才520，14K sapphire 钻石，好 Q。那然后这个是钻石跟 pink sapphire， 880，很特别。款式也很好，然后这个钻石75分 ，sapphire 40分，14K 7.5克，才780，你看这些都非常好价钱的，性价比超高。然后这个18K 16.4克，钻石3.16卡拉，3300，那性价比非常高的。这么多钻石，然后这个999，18K， 钻石1卡拉，999。然后这个非常，哦，这个才1080，14K 6.2克，2卡拉的钻石，这些。绝对不止这个价钱，1080绝对不止的。这个你现在绝对买不到的，这是很早之前的价钱。哎，昨天他们带了一批嘢来，都让你打价了哈。哦，哎，650，拼色牌，拼色牌。10蚊就冇。嗯。哎，这个超值了，老。这个32卡拉 Capitron 18K 才4990，很重的，几十克，可能我觉得有，但有兴趣再去称 ，OK， 很重很重，再补个重量，哇，这个 UME ring 18K。Sapphire and Diamond 5.1克，王钻跟蓝那个990，超值，那这些都很顶级超值，1999，1卡拉90的，这个目前还没证书，没证书就当它有烧的，可是有时候做出来是无烧的，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，所以看你敢不敢赌，你当。有烧的买，可是你做出来有可能。上次我们在香港卖了一个红宝给加拿大的阿斌，哎，我还以为有烧的，才1000多，哎呀，出来没烧的，光那一颗就不止那个了，是红宝耶，1100 pink sapphire。那这些没有证书的时候，我们就当它有烧的啊。如果做出来没烧，是你的 lucky 了啊。这个1卡拉53的 sapphire
1450 18K， 你看这些质量都很高也很重。880 P 有 PT 有钻石 Pink Sapphire， 中间是 Pink Sapphire 880，很重啊。季节蓝宝很多啊，这个也是 Elfie 要卖7800的啊，你在大公司顶多就，现在我们才2200，四卡拉多的 Sapphire， 四卡拉多 Sapphire。重量大概就是10左右，接近10。这个2100，两卡拉 Sapphire PT 钻石，超值了，这个也是颜色相当不错，很有感觉的这个，哎呀太超值了。哇，这个才1990，可是你看钻石一卡拉93，这些都很好的钻石，很亮的。Sapphire 45分1999 PT， 哇，没话讲，每一个都是，因为都是以前的价钱了啊。1990 Pink Sapphire 两卡拉81，钻石75，1999。这个奖是 Elfie 要卖4200，我们999。这些公戒了，这999是买不到的，一卡拉60，那这些都是1500左右了，正常啊，正常1500左右。这个也是 Elfie Pink Sapphire 才599，没话讲了吧？那你送礼多好了，有 Elfie 这个，哎，市场价2000多，你买来才500多。哇，星光红宝五卡拉74，才2300，坐子有一卡拉，就2300就买个坐子而已了。1450，哇，这个这么便宜，超值。 Sapphire 才1450，这个特别好。1380 Sapphire，那你可以做一对耳环，一个 pendant， 那算起来就太超值了。18K， 哇，时来运转，1380时来运转，18K 也很重啊，这个接近十克，接近十克。880 Pink Sapphire也很重，也接近十克。哦，有一颗没烧的蓝宝石，没烧的，有 GIA 5.11卡拉没烧的，钻石一卡拉62。就7000块，很超值的，因为你没烧的蓝宝石这么大，还有这个坐子也要3000-4000的，这个很有 designer 的感觉了，才1999，钻石一卡拉50 Sapphire 大概98分，18K Yellow Gold 1999。哇，这个很大，才2500啊。 Sapphire 是两卡拉41，哇，大家看到了，真超值。
这个就一卡拉多的 Sapphire 就880好了，880好了，都是你最好的价钱。这个是 Elfie 品牌 Elfie 1380 Elfie 是要几千块的了啊，7800。这个很 happy 很 Q 很 Q。 这个 18K 有里面有钻石，有 multiple sapphire， 这个就650，这个很特别的，里面都是天然的 gem， 天然的。哇，这个也很大了，嗯，有证书，有证书，一卡拉55有证书。我一会要看看是有烧还是没烧的，这个一会再定价，我的价钱还没定。这个就499了，这个啊，哎，这个也有建议，那个一会再定价，因为有烧跟没烧是有分别的，所以嗯，好的，各位朋友，这一节就这么多，请大家订阅频道加微信，谢谢大家，这些都是性价比超高的，比市场便宜很多很多。